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人生胜利组》，我系你哋嘅小编 K。如果唔好嘅事发生嘅时候，大家都可以设身处地咁为他人设想，咁相信呢一个世界应该处处充满住温情啦。日前就有个网友发文表示晚餐叫咗外卖，原本正满心期待等住餐点送上门，结果拎到嘅时候发现面嘅碗烂咗，导致汤汁全部都流晒出嚟。然而见到外送员接落嚟嘅举动，佢即刻就心软。决定不再计较，照样俾钱对方，令到其他人看完之后忍不住说，你绝对是今天全台湾最美的人啊。根据 ET Today 新闻云的报道，这位网友在 Facebook 爆废公社二馆发文，表示日前他打开了外送的 Apps， 叫了一碗汤面和冰品走来做晚餐。原本他满心期待等待餐点来到，结果外送员抵达之后，又缓慢咁样举起咗漏汤嘅面，然之后一阵比手画脚，指一指佢手上嘅钱，又做出唔使嘅手势，只系同佢解释唔好意思啊，食物洒咗，唔使俾钱啊。楼主表示，当时佢第一时间并冇睇明白，但系外送员即刻就指一指自己嘅耳仔，表示自己听唔到。然后再拎起部手机，好艰难咁嘥咗两分几钟嘅时间，终于打出咗五个字：抱歉，我陪你。令到佢相当动容，决定唔再追究，并且只想拎出185元嚟俾钱。而对方亦都非常之感动咁样用大拇指俾出咗多谢嘅手语。原铺坦言，其实只系纸碗烂咗，漏咗汤，嗰份食物依然都可以食。况且佢仲有一碗雪花冰，并未至于系会肚饿。我一直笑住咁用唇语讲冇所谓，想俾佢鼓励啦。因为觉得聋哑人士揾工作真系非常之唔容易，更何况佢一开始就勇于承担责任，希望佢可以加油啊！呢一篇贴文曝光之后，即刻就引起咗网友们嘅热烈讨论，大家纷纷留言大赞，多谢你嘅包容，令到大家都有成长嘅空间。真的非常之洋葱啊，版主真的非常之善良，绝对是2020年最暖心的贴文。也有人说曾经听过听障的外送员，大家加油，为了生活而打拼，这个世界缺乏温柔和善良，多谢你将心比心温暖别人，这个小举动大善心非常之有爱。还有甚至有人说现在纸碗品质非常之担忧，有时都不可以完全怪到外送员的。